我哋而家咧成日都要戴住个口罩出街咧，焗住晒啦，哇！啲黑头咧真系越嚟越多，同埋越嚟越顽固啊，都唔知点样搞掂佢。嗱，终于有救啦！因为咧 ，Juju 出咗一个全新日本嘅黑头神器，這個、呢个咧就系、是、咧 Juju 可视化嘅黑头粉刺机啊，可以直头将我哋好顽固嘅黑头咧都系可以帮我哋清晒佢嘅。嗱，睇下部机几靓仔先，一个咧珍珠白嘅机。而且咧，佢呢度咧仲有个镜头嘅喎，咁我哋可以 download 个 app 啦，然之后咧好清楚咁将我哋嘅毛孔放大16倍咁啊，咁直头咧帮我哋嘅黑头系无所遁形咁可以帮我哋吸走出嚟啊！而且咧佢仲有咧个手创后边咧有一个咧冷敷同埋热敷，咁热敷咧可以帮我哋放大毛孔，更加容易帮我哋嘅黑头吸出嚟啦，而且个冷敷咧就可以帮我哋咧收细翻我哋嘅毛孔嘅喎。嗱，咁呢部机咧操作好简单啦，而且好靓仔咧，你睇下。两个掣嘅啫，咁有三个模式嘅。第一个咧就系 Into， 咁呢一个咧就系一个热敷嘅模式啦，帮我哋咧放大我哋毛孔。第二个咧就系 Clean 嘅模式啦，咁系可以帮我哋吸走我哋嘅黑头嘅。最后咧就系一个叫做 Icing 啦，呢个咧系一个冷敷嘅模式嚟嘅，帮我之后咧收细翻个毛孔嘅。咁佢有三个档嘅，咁就视乎大家嘅力度，中意边个力度啦，就用边个档啦。同埋咧，佢有四个唔同嘅头嘅，分别有区域啦、标准啦、精准同埋单点嘅，满足你唔同嘅需要啦。咁用法好简单嘅啫，咁首先咧要洗干净块面啦，然之后咧就用一个咧热敷嘅模式，咁佢就会去到42度嘅，敷一个黑头度出膜，10至15分钟，之后你就会见到你嘅黑头清晰可见啦。好啦，之后咧就用一个 clean 嘅模式咧，将你哋嘅黑头咧吸晒出嚟。俾一个 tips 大家啦，用嘅时候咧，可以咧喺手臂度试下嗰个吸力啱唔啱自己先。如果觉得好大力嘅话咧，可以用上一个档嘅。咁用嘅时候咧，记住唔好喺同一个地方咧停留3秒，如果唔系咧，就可能会有啲红印出咗嚟噶啦。用嘅时候咧，记住咧平放紧贴自己嘅皮肤，然之后咧就向上向下咁样喐啦。如果唔系咧，佢有啲空气喺入边咧，佢个吸力又冇咁好噶啦。好啦，咁我而家就要吸啦，哇，好犀利啊！好清晰，你睇下，吸得好咯，好劲啊！到最尾啦，就敷翻个冻敷，敷翻个毛孔紧致膜，最后啦就敷翻个冷冻嘅模式啦，帮你收细翻个毛孔，我都系10至15分钟之后咧，你个面就靓晒噶啦！哇，你睇下，用完之后几干净，啲黑头咧咁近镜都见唔到啊！即刻睇下个盒入边有啲乜嘢先。嗱，咁个盒入边咧就有一个主机啦，有个说明书、防尘袋、USB 嘅插电啦，然之后咧有个抹机嘅布啦，有三个头可以更换嘅。好啦，另外有一个盒咯，一个咧叫做黑头度出面膜，另外咧就有一个咧叫做咧毛孔紧致膜嘅，非常之细心。